定成为文明嘴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评论者所指的朋友或是谁，那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爆料消息来源是什么，所以就不多做回应。那现在是否遇到有家人会被紧张？细节部分就不多做回应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不是细节、啊、谢谢大家，感谢，这是心情、啊、这不是细节、啊、谢谢大家。好，即时整体事件呢，是有人爆料说，这个柯文哲的爱将市府顾问刘家人，他会骚扰学姐，常常传赖给他，造成学姐的不舒服。不过刚刚学姐出面来回应说，不知道爆料的来源究竟是什么。